先向你再一次讲关于耶稣系生活食人，我想要其他的食人就是我的人。耶稣的说话是合亲人，不知耶稣是对的人。现在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感而明白，耶稣就这样做感觉，我想要赐给的圣人就是我的人，必得永生。难免第一次听到这些说话的人不单止奇怪，就要得就会觉得放心合得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血有生命之源的意思。一方面，如果接触到血会变成不洁的人，既会不洁，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？还是他想指将来他会建立的成体城市呢？一定是有更深入意，我们又怎可以去了解呢？圣保禄这样说，我生活而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人生活。食耶稣的肉，饮他的血，是要和他完全合一，就是要被他的圣言转化，引导生活而获得滋养，而得到滋养。一个人对成体的相信程度，亦反映出他信仰的深浅。人如果对信仰有门的话，很多事就是从怀疑成体开始，因为他已经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开始怀疑了。而我们的信仰是以耶稣的话做基础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信德的保证，是我们信德的一个考验，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真实临在在圣体里面，就要记住领主的主的体血，既是一个信德的表示，代表我们分享了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团体更加是一个爱德共用的典籍，这样是实中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最后就会有意义。同时感恩祭是一个圣事，即是一个标记，指向更真确的事实，我们和天主，我们和耶稣的关系。参加仪式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想深化我们耶稣和我的福音。
音的關係，表達出它在我們團體中間明顯的存在，直至加深我們團體彼此之間的關係，使我們必須與耶穌基督有深刻的關係。事後生活是基督徒，是維持我們基督徒生命的重要養料。如果毫無這個食物飲品，我們信徒生命會死於營養不良。雖然我們身體會繼續生活，但是這種生活不會帶我們的靈魂有命出路。讓我們時刻記住要珍惜親緣室，領與靈主蘇體血機會，無論看似我們無論看似是耶穌要來找我們，我們要為主強烈的信德去領受主耶穌，我們要有決心用所有的方法為能夠與主結合，會在他身邊。我們要用全心全意來服侍耶穌，並且要和他合作共創更美好優美的世界。